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让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赚钱机会。首先，你需要到 Facebook 里开创你的公共主页。首先，你先把你想要的公共主页名称给填上。接下来，先把你想要的商业模式给填下。我本身就填下，这是一个个人视频。接下来，你要开始描述你的产品和服务。再按下创建你的公共主页这按钮。恭喜你，基本上你已经完成开始的公共主页。接下来，你要按储存这个按钮。基本上，你的公共主页已经完成。接下来，你要把你的公共主页照片给上传。当照片上传完成，你也要描述你的公共主页这项目。当你填写完成，请按上保存这个按钮。在这个加入过程，它有很多的选择，包括怎么付款、怎么沟通。但我个人把跟随这个按钮给放上。基本上，你现在可以加入你的好友到你的公共主页，和上传你的产品、视频和照片。大家记住，接下来60天内至少3分钟的视频，必须获得至少3万次，时长1分钟的观看量。如果你们喜欢这视频，请大家点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